因为我的胆量啊，因为我的体力啊，因为不害怕了呀，当时。就要做出一些贡献嘛，对于胆量是一个成长。不行，我是来练胆的。让我成长很多。其次是我不是有那个夜盲吗？我有点幽闭恐惧感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铁子们，我真顶不住了。你直接给我上死算了，上死我吧你们。我觉得也帮助我去打开了一些这些地方，就不会那么的恐惧了。但还是会有一点。让我们看看最新一期的所谓的一点点恐惧。听一句歌词，猜歌名和演唱者，如果有答错，惩罚是现场拍自拍。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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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这首歌我很喜欢的。不许你，我们放下你。要不要再听一遍？陈小春唱的。是陈小春唱的，我很喜欢听的那个叫什么？哎呀，以前我唱的。等一下啊。是的，香什么？就那个香什么？等一下，歌词里面有的。相依为命。大哥。会唱就多唱几句。忘了。行吧，嘿嘿。调太高了，蔚蓝声音那么美，调那么高跟不上。是否要真心，不要真。这个古巨基老师的《爱与诚》，cool， 高手是这样的、啊。嗯。这个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我忘了完了。等一下，再给我听一下呗。陈奕迅老师的。对 ，PVP 某部电视剧的主题曲。但你给我听的这个好短啊，还有别的调吗？噔噔噔噔噔。再给我听一听，跟飞机有关的电视剧。你别老让我听这一段，听点别的，这一段一点。等一下，冲上云霄是这部剧，但这不是歌名。好了，其实我知道，但是我还想拍一个自拍。这首还真，这首我知道是，我猜一下是谁唱的先啊？是那个三个字的，张智霖，对。然后，好了，还是要给你们拍一下照。稍等，还有最后一题。哎，好了，这个是谁？好奇怪哦，好高级哦，这个，这个有点特别，听起来，前面那种感觉风格都不太一样。所以这首是谁唱的呢？这个啊，记不得了，不想认。